台中有空屋啊，这个这么严重。台中市的空屋反而是在这几年有一些改善。他可以说是民进党的马奇诺防线。台中市如果输了，我看彰化市彰化县也不保了啦。民进党要继续礼让柯文哲。政治没有什么礼让不礼让，政治就以实力为原则。中国燃煤深澳电厂空屋牵动民进党2018，检验您家龙，锁定今晚政治到了。